开了。不太好，我看看。现在呢？好了，我看流量了。现在准备干饭啊！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好久没直播啦，因为我真的很久没化妆了。对，昨天晚上我和栗子吃了海底捞，今天晚上我们队又来吃海底捞了。对，20个人分两桌。对呀、啊。好饿呀，现在连锅底都没上呢。谢谢浅月草送的南瓜海带。这 WiFi 是什么呀？谢谢。万圣礼物。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这边会有的？你不能说。对，旁边是杰哥。为什么你的这么白呀？你看我的。你把美白打开啊。就是黄。对，你的是黄的。谢谢，谢谢江苏浩同学的糖果。我的手机也有。我想买手机，好穷啊！旁边是全队老公，对，他臭不要脸。我今天我真的被气死了，就明明嘱咐了控台，我们要最白最亮的光，结果呢给了我们一个又黑又黄的光，人很丑。看了回放，我真的气得胸疼。对，好不容易唱一次歌，好不容易一个特殊公演就这么毁了，就靠你们的 focus 啊，加油。你干嘛总是问别人在不在？再帮我们打一盘海带吧。要小姐姐，海带没点，真的很生气。没事，我这刚吃完海带就没了。他们已经答应我了，明天我们。谢谢韩金米的南瓜派对，谢谢。差不多。我这个月不是没怎么直播，是压根没直播。谢谢吃的糖果，够吧？够不够？我吃的了。这个再跟我说，哎，好好好，要不再打一盘来吧？再来一盘放那。干饭，少吃点吧。你饿死了。好吧，那我就。
上海冷吗？还好，有一点点。我感觉还没有云南冷。这是咸菜。谢谢我的流星荷包蛋的万圣夜。谢谢。对的，我今天跳完前三首，我就觉得很累了。是啊，这是前菜。谢谢想要寂寞的恶魔投手。你又来开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这边锅底自动上打了啊！这个老刘打起来，我只是想当妈。谢谢老刘的糖果。我吃海带要吃。嗯，要筷子。不是，就是那种。是啊，是很久不见。我不用筷子。没事没事，现在明白了就好。火锅底料有辣的，有不辣的，还有番茄的，都还没上呢，现在只能吃点海带。谢谢星子换的万圣夜，谢谢。真的好饿，饿得不行了。谢谢树林子的恶魔同事。对啊，谢谢一番茶的奶茶。今天就是没有时间给我们过十六人，围在台上非常的慌张。还好，还是勉强跳下来了。跳得很好，谢谢。什么时候都不忘整理刘海，那就好了。还好这一次就是有大部分是我就是会跳的，不然我就凉了。因为我回来我只有一天时间学。不会影响业绩吧？会啊，但是呢，没办法，我这两周比较忙，我现在考试还没有考完，就是明天要回去还要考试，马上。你是连了 WiFi 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是流量。那你卡吗？不卡，我用 WiFi 卡。还有几门？还有一半没考。大半没考，刘海好太长了，下次来剪剪。对啊，谢谢上交城堡的糖果。没有啊，还有很，其实我就是学的理论比较多。上声乐课和器乐课一周才一节。谢谢西蒙兔兔子的南瓜派对，谢谢。做得好，就是还是理论学的比较多吧。好的呢，我可是第一次穿这衣服。要考教资吗？我应该暂时不考。
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下个月。对，因为下周不在嘛，然后再往后就下个月了。谢谢你，迷迭糖果。不穿那围裙吗？哦，对，居然没有给我围裙哎。谢谢江子铺店员奖的资格证。哇，谢谢江苏号的皇冠，谢谢小江，谢谢。谢谢上交生宝的万千叶，谢谢。对，明天就我今晚可能不睡了，就直接一早就走了。有缘，我发现你们都很喜欢测这个有缘成员，我们成员版没有这个功能啊。对啊，然后我到了，我得立马去做核酸，因为说我要做完核酸，这才能去学校上课，因为我星期一就要考试了，我要马上把核酸做了，然后我星期一马上要考试了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考过呢，又来了一盘彩蛋。我在呀、啊，都不关注我。难吗？我也不知道难不难，期中应该不会太难吧？期中考试就是没有，就像那种要坐到考场里面考卷子那种。为什么隔壁的桌子都宽了？我吃的已经是配菜小菜，我们一直在吃海带，我们吃了五盘海带。还不行呢。复习好了吗？这么说呢，也没有吧。终于等到你。辣的最好四边都能夹到。这样我也可以夹辣的，可以夹番茄的。姐姐吃辣的还是番茄的还是普通的？没关系，也没有很远，欢迎收听。快开大火！开大火！菜还没上，菜也没上。来，快吃上了吗？快点点。真的，冰冰在唱歌了。好的，你加油。服务员，帮我把海带的盘子搬走，好吧？好吧，那我还是正的。谢谢。有没有火锅牛排？不知道，我都没有点菜，都他们点的，我就跟着吃好了。我不冷啊，这里还挺暖和的，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晚上有点冷。我都爱吃什么？肥牛，然后豆皮、土豆、虾滑，然后海带很多。终于来菜了。真的
的是在抢菜，我感觉。我特别喜欢的前辈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没来？你不是来了吗？哎，我不舍得下播，但是我手机没电了。就如果我一边充电，手机就立不起来。谢谢三三和陆公子的南瓜派对，谢谢。你什么时候把服务全吃光的？我第一次吃，第一次吃，吃，我们吃，我先第一次吃。你别在那装，我先来。不行，你自己吃。等会儿他开始化妆了，你们先吃吧。第一次，这是三木的糖果。现在是新的。我也看了，我也看了，诈尸了，这里有个人诈尸了，谢谢三号玩家的糖果，没有互相喂啊，谢谢包了个包的恶魔同事，就是因为就是眨眼之间那一盘酥肉就剩一个了。然后栗子说要让给陈南，陈南一边捂脸一边说：“栗子你吃。”这是肥一肉肥一点。我闻一下，不行，你闻一下，你闻一下，来吧。羊肉没了。对了，没掉了。快，快快下肉。有肉，是的，来味儿。过来，给我。我真的很怕吃。那就下这边，你那边不下。那好多肉哎。这是肥牛。还一看。真的是肥牛，你太那个谨慎，别大了，多吃点贵的才行。我一般我喜欢吃的东西好像都是很普通的，不太喜欢吃那种。对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爪、火腿肠，还有豆制品、豆腐。对，就这三样。我们这一桌都是不吃羊肉的。不要威胁我啊！不要威胁我、啊。就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那个店的不白不漂亮。还有我们的那个地方。谁要想着赚啊？吃个饭谁想着赚啊？就是。可以帮我打一份牛肉粒吗？只要牛肉。喜欢我的玉桂狗，今晚跟我说说你怎么来。哎，你好，我点了红豆水一箱，去拿了，亲爱的。费事要等15分钟。开过了，奶茶还没有，这边开了吧？还能点了一盘牛肉，可以。他为什么要放那个？还是放因为他们那个。啊，是我的第一口肉了。你要翻车吗？这个价格，我不能动。这样就还好。后半一趟跟我说一声，几个人？啊，就我一个。什么东西？牛肉，别的都不要。好的，三个人，现在还要吗？不要什么东西啊？只要三碗是吧？牛肉粒，每次上一串就上一串。确实，我觉得辣的比较好吃。我要下一点，我要下一个。这两个是一个味儿吗？对，我怎么觉得有股羊肉味儿？啊，真的吗？有一点。不可能的。我不知道。直接问你个羊肉吧，醉了吗？有一种错觉。羊肉都没熟的，肉没熟的，直接感觉。谢谢这边大宝贝的奶茶。啊，厉害吗？不厉害。没了，怎么不见了？我就哎，我夹着就没了，有一点点。筷子，我不是筷子，还在这里。随便夹一个。新粉有新粉光环吗？对。没有，顶多也手底下啊。快夹！
哎呀，车祸现场了。好笑，没有车祸现场的。我裙子居然没脏，万幸。陈天南的毛肚。你好，能给我一个围裙吗？有一点脏的，那边围裙都不要。不知道，我刚才没看见。看这样，哎，给我来点汤呗。这肥肠好了吗？没有啊。你要多煮一会儿，有点味道进去。全都牛肉的举手。烫啊，美女。还有哪位？刚刚跟我说要省钱三碗。我就怕找不到老师。啊，这是什么肉啊？还有几个人都关心他的学生。新闻你还在播吗？要，谢谢。下肉了，下肉了。肥牛，爸，你不要下这里吗？不要晚点，肉都下辣。哎，是牛肉，是牛肉，是牛肉。还有要围裙吗？还有需要几码的？可是这也没挡住我衣服。性感围裙呢？性感。还有几个人要喝牛汤的？给我说声。哇哦！没劲了。没有多几滴花。才放的，你要不清楚。他说谁拿刚放的？现在就加了，我们这边菜现在也没加了，加完了。哎，加完了，现在放辣了还是放番茄？辣的。服务员，太了。哎，你好，给钱，下面钱，全是加的，辫子的，放面前，就是那边的。栗子是栗子姐的爸爸，不是是，不是男的爸爸，我不知道是谁的爸爸。他赖不？金文，你把赖吗？好，下把都放辣是吧？嗯。没有，我来帮你。可乐，我可乐都没放。我们可乐都没放。奶茶正在给咱做。我的饮料什么时候上？好吧，礼拜二，非常像吗？
肥肠，我放了，那里边有肥肠，让你们捞了。欢迎在哪边的肥肠？这什么？肥一，那边菜还没有来呢，对，还没来通锅呢。为什么？你们看呢？没菜，没这边上了一半，他们没上了一半，再等一下来。那在哪里有饭啊？快点搞。我觉得这个角度更显瘦一点。猪肉贼呀，大肉贼，张小鱼啊，这酷。我说没有鱼。我三肉才放没了，但是我举着好累啊。非常也不能高。我好累，我的手好累。喝你一口可乐，喝，这不是可乐，三杯汤。喝可乐，喝的黄油。下菜啊，谢谢，恭喜！我真的是做没上来，要找黄油可乐。我把鸭条下了，下了拿可乐。现在解释一下，下了多拿点菜上来，全下了。没了，没菜了，没有没有。话没有。谁的？我的。车祸现场，车祸现场。帮我塞包里好了。放我的皮纳贝尔里面。但是有点少，生的。啊？先炒吃辣椒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你们这边是来那里吗？那边是什么牛肉吗？还有可乐。去帮你拿了，好吧。哎，帮我番茄锅加点汤可以吗？没菜了。这边菜还没有炒上呢，因为这边先下单了嘛，这边后下单了嘛。对。锅里还有很多鱼。天哪，我看你的衣服好单薄啊！我能不能给你？哈哈哈，行。等会儿全数开了，你看还没看点儿？睫毛上线。他担心我的袖子。哎呀，冰块呀，冰块！冰块吗？再来点冰块吗？我也想要这个杯子，杯子吗？我也是，要大番茄的鱼，这就是难受啊！对，番茄的鱼，番茄鱼啊，啊，六菜加级，番茄鱼，推荐人，亲爱的，您稍微稍等一下，您这里我们加级了，因为那个值班经理已经去备了，番茄和加强海鲜。就鸭肠子，因为这边菜先下菜了嘛，所以要开锅，开锅了再吃。不行，现在没开，里面那肉都是有血的，没开锅。啊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这有这个，有没有吸管？再加一个。这个项链是栗子的，给他借的。谢，有没有叫做店长的糖果？别的，别的。带了很多肉，等公开了再吃。我们就是肉，吃了。你不是没吃？啊，你们说什么？公开。对啊，然后呢？等吸管，不是插进去吗？吸管呢？不是啊，这是一起掰开的，你就掰开，就直接用拉好线掰开，直接拉，直接拉。最后一排是自己准备的衣服。你想听吗？让我来吧，让我来吧。没有，他直接那个掰开，掰开，反着掰，反着掰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反着掰。福州哥哥吗？给我拿个吸管。那个是诗雨哥哥，吸管，诗雨哥哥。这个骨头是不是给我们拆了？我也觉得。骨头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长的，长的。这是诗雨哥哥，周周。周周就是周周。这个有气，诗雨是诗雨。对啊，这是气血。刘贤，你喝骨头汤吗？一般。这边就是青哥，因为我是想在里面煮那个汤，煮蔬菜的。这应该可以吃了，不行，我感觉豆腐这个还不行。我们就吃山南。谁的口了？我也要一杯。来，这里。
以拿个吸管吗？拜拜。给我一个吸管吧。等一下，拿不上来，气死我！放奶怎么这么点儿？先喝嘛。好。你急啥啊？我真的是你要喝，我也要喝呀。你不喝，你不喝，都在我面前，我不喝。是不是？急了，刘畅急了。你自己说你不喝的。哎，假如我现在大声说一句，再直播，再演一个其他类型的。什么？再直播？我们就不说话了。对，说一下狗的吧，姐姐。好啊。不要三百二的钱。刚才那个南瓜是暗黑的，暗黑系的。暗黑系的，万圣节嘛。对啊。季姐，你换手机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开始。怎么看起来那么像新手机啊？可能我保养的好。就像别人总是说我，怎么看起来像十七八岁？是我保养的好。家长可以吃了，家长再不吃饱，我怎么什么都有？怎么夹？夹到夹哪儿了？寂寞呢？我刚刚是不是还没有等上来呀？你要不要去吃鱼哥哥？还要调料吗？因为我就是有点这样背过，我就很像是。你这个脚是这样子吗？对，这个脚是这样子。现在是在没有菜了。夹到了，夹到了，认真的夹到了，夹到了，夹到了，没好呢，这个肉，这个肉煮好了，这个肉煮好了，没红的，你尝一下，哦，煮了太久了，哦，我的鱼，不要叫了，你们不要叫，我也很急的，等一下，我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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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一个大杯子了，我们已经饿了，他们还没吃上吗？哎呀，别走，那个我看一眼，快上来，赶快吃，这可以吃了吗？吃牛肉也能吃到，啊哈，吃啥？吃啥？我吃啥？不要吃，不要吃这个，哎呀，他吃了什么？苍蝇一直在煮，但没有菜，底都干了。锅底都煮干了，有点庆幸我没在那里做。挺好的，最起码都能吃一下，不要笑，大家不要叫，不要笑，笑死！热了点我脚。大哥，那天，一说舔我脚，还是冒泡舔我脚，我就说。刚刚，你们不要叫了，我去冲水了，你等一下。放到下面的台子上，对呀，放在旁边。没看到呀？妈呀！站起来看我们烧干。还是好闻。人多了还有点好，他又来了。我们那边汤烧干了。吃没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只抢着吃。慢点，非常，你给我来一个。上哪边你说夹骨头的？啊？骨头。对对对，这边拆骨头。啊，拆个骨头。拆啥呀？帅哥，我的那个肉呢？帅哥。年轻人在外面笑死。小美女，那个美女。那我自己去捏的。吃半天了，我还有菜吗？下了，拜拜。